10月7号在首尔中区举行了选秀综艺节目《魅影歌手》的制作发布会，主持人玄玄茂、Super Junior 成员金希澈将携手主持该节目，展现不一般的口才。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这两人继 TVN 周三美食会后，时隔1年6个月再度以主持人身份合作。这次金希澈与玄玄茂两位综艺大师的再度合作尤为令人期待。据悉，魅影歌手是一档为打造韩国男子四重唱组合而以选拔赛为形式的竞赛类综艺节目，将通过节目发掘以演唱抒情舞曲为主的男子主唱。另外，该节目预计将于11月11号放送，敬请期待吧。说到担任这次主持的感想，金希澈表示：전혀무시가없으니까예안녕하세요우주대스타김희철입니다예처음에사실이팬텀싱어 MC 제이가들어왔을때는굉장히고민을많이했어요왜냐면제가 MC 를맡는다고하면누가봐도아니김희철이저길왜라는게너무나도뻔했기때문에아이걸제가해야되네요왜냐면팬텀싱어라는제목에서오는중압감도너무컸고그러다가아이제 MC 로서희철씨는 MC 역할그래서사실저같은경우도 MC 로서는어디가서빠지지않으니까저랑전현무씨같은경우는그냥시청자분들께서빙만잘해드리면된다고생각을해서이제전현무씨와같이 MC 를하게됐는데먼저첫녹화때들어갔는데아저는진짜놀랐던게아가요가이렇게도들릴수있구나또는뭐동요그의뭐많은장르들이정말새롭게해석되고이러는거를제가최고의한류스타로서는또처음겪는경험이었고굉장히멋있었거든요그러면서여기나오는많은출연하시는분들께정말존경함을표하게되었고